在那美好的时刻，我们用敬拜去征战，我们用赞美去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就必然能够得胜。主，我感谢赞美，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请大家请坐，我们一起来唱《我是敬拜者》，我要诚诚实实敬拜我神。
时常看不见你的脸，我们的双耳时常。